下面一裤还有我的内侧，去，有看见吗？所以我刚刚说是哪里要发力。对了，我在这里的时候，其实我的脚是什么？关闭的状态，对不对？下面一裤还有我的腿变成什么？打开的状态，所以你的内侧一定要学会用力，你的脚掌要学会转动，转动。有看到我脚做什么动作吗？你们现在是，看是不是等于很松，就只是换了一个脚，换了一个重心。我要看到的是，这个腿要学会用力。你先想一想，到位的身体形态是什么？内侧打开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内侧关闭，所以你的内侧一定要向外发力。所以我这里应该是去，到达。看我不要这样，我要有过程。什么是过程？重心移动，你必须要让你的身体位置先回到主力腿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换重心了。现在是哪个人主力腿？左脚，对吗？因为现在我要转移重心到后腿成为主力腿，所以让我的身体位置要干嘛？回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不回来，所以会导致这两个同学都会干嘛？弯膝做 wrong day， 然后重心就是什么？移动，收紧。现在 swing 永远都是被动，主力腿做打开。